没有一只猪能逃得出我们福建。今天大头力教大家做我们福建非常有名的牧羊烤肉。我这里呢有50斤的猪后腿肉，也不过就一只猪的量而已。给它剔一下筋膜。这个要4斤的生肉才能做成1斤的烤肉，再把它切成小块。再来焯个水，去一下腥。大家把它捞出来洗一下，现在再来调一个卤汁，盐、生抽、香料。卤汤开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猪肉给它放下去了。再次烧开之后关火泡一个晚上就可以了。